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地方娱乐的可以给大家录一个历史课啊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评论666，然后转发点赞，感谢大家。感冒了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我卖词也需要创新。全国中原到达末，我今天上堂历史课。三国貂蝉和吕布，我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冷魔，我勾起网瘾杀董卓。杀完董卓投袁术，我胯下战马叫赤兔。杀敌斩将已无数，我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，我关羽张飞和刘备。三人称兄又到地，我就叫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我誓死要把江山夺。赵云也把他辅佐，我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我山东梁山雷战鼓。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我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 K 三郎。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我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我练就一身好武功。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我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战风浪，敌众我我不惧怕。千丝都变成白发，我他的美名成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趴在沙滩上。梁山一百八单将，我来把他们外抄。汝云龙公孙胜，哪个手机叫 iPhone？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真熟。母夜叉孙阿娘，我就爱欺负喜羊羊。你青面兽是杨志，我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阎罗王袁小七成天镇守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我这个地铁玩微信。这个屌丝真给劲，我金龙把虎身上拧。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爱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80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我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魏定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。跳闸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魄非常棒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你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都是历史，我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可以昨天很受伤，我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再嚣张，我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我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我跪下叫我明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把谁带回家，谁砸公屏把花刷，我们助谁把财发。